千娱乐角度非凡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零角视频。提到张杰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。张杰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位男歌手，可以说从张杰出道以来，歌曲一直是深受大众的喜爱。之后更是和谢娜步入了爱情的殿堂，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宝宝，可以说现在就是非常的幸福美满的一家了。不仅如此，张杰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。在前段时间张杰的北京演唱会上，更是有着许多的明星去到了演唱会现场捧场。蔡徐坤竟然带了一位女生捧场，仔细一看，这人大家都认识。蔡徐坤是一位阳光帅气的小鲜肉，可以说是许多人心中的梦中情人。但是在现场的时候，却发现蔡徐坤竟是带着一位女生去到的演唱会现场。刚出道的他就是闹绯闻了吗？这可能会让许多粉丝们感到非常的伤心，但是真实的真相却让人非常感动。原来他旁边的这一位并不是女生，其实这位传说中的女孩子则是华晨宇，只不过这个发型看起来比较像女孩子罢了。可能看起来会让粉丝们吃醋，但是这一事实则是会让粉丝们感到非常的放心。不过可以看得出来，华晨宇和蔡徐坤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好。